谢谢主席，主席各位先进，彭文远、赖世宝、吴玉仁、杨义兴、陈碧涵等24人临时提案，针对云端服务有机会成为未来的领导产业，台湾应该尽速的整合软硬体跟服务，从基础建设硬体提升、多元系统改良、配合资讯服务到新的生活，例如教育、育成中心、文创、媒体等等。那么这些的云端服务至为重要，可是现在政府对于鼓励地方政府、大学、育成中心、企业等共同推云端，特别是 APP 产业的诱因不足，实在很难达到中央致力推动云端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目标。有鉴于此，原提案要求行政院会同相关部会，如经济部、工业局、中小企业处、教育部等，研议订定鼓励地方政府推动云端科技园区，特别是 APP， 以及鼓励大学、育成中心广设 APP 研发中心的相关办法，内容应该有中央资源的提供、民间法人申请资格与条件、自我评估、配套资源提供相关作业程序，积极整合中央地方。